庆祝帝君圣诞富里乡益圣宫，今年特别邀请到玉里黑虎会炮炸虎爷，吸引了很多信众前来看热闹，而且有来自各地的有宫庙义正为帝君来祝寿。益圣宫主委吴佩林和全体委员也敬邀民众一起来参拜祈福。一年一次的帝君圣诞富里乡益圣宫今年非常特别，邀请玉里黑虎会炮炸虎爷，吸引许多信众前来看热闹。庆祝关圣帝君圣诞，富里乡益圣宫7月29号星期一盛大举办祝寿大典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今年一度的那个帝君圣诞，他说我们今年也跟往常办的不一样。你看今年又有黑虎会来帮我们赞助那个广场，有没有？那跟往常不一样，我希望每年一年比一年热闹，因为我们乡亲的诉求也都是合家平安，都是要看热闹的，越来越热闹会人会越来越多。并且有来自各地的有宫庙义正为帝君祝寿，益圣宫主委吴佩林及全体的委员邀请民众一起来参拜祈福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7月19号天赦日与关赦帝君圣诞恰巧同一天，是求财不运的好日子，欢迎信众到益圣宫参香点灯来保平安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